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，北部、东北部还有东部天气偏冷，中南部地区日夜温差大。降雨方面，基隆北海岸、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的几率。来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。北部地区基隆15到16度，台北16到17度，新北16到18度，桃园新竹15到17度，苗栗16到19度。中部地区台中19到24度，彰化19到23度，南投21到26度，云林20到25度，嘉义21到25度。南部地区台南22到26度，高雄26到29度，屏东27到31度。东半部地区宜兰17到19度，花莲19到22度，台东22到25度。外岛地区连江9到10度，金门13到16度，澎湖17到20度。